现在来到这里是吉打的马嘎地区。在地图上可以寻找这个名字就有了。注意看树上有什么，即女士当地人小孩上课的地方。可以在地址上寻找这个地址。受伤的蝙蝠来佛祖前面养神。这个寺庙里的师傅升天了，准备去下一家寺庙，路程35分钟。来到这间在比较郊外，进来后会看到一个比较有年份的加油站。拜完这个后，忽然天黑起来，回去后才发现断头断手的神像了。一路上的网线都断了，转了很多路都找不到出去的路。离开那个是非之地，宇宙停了。